EOS. You ready? Tell me that you feel it in your body, wanna own it. If you're ready, let's stay. If you can do.
由你企喺度嘅小新人，今年就由我哋介绍翻你，佢系超级 social 王 Sika。今年佢将佢嘅歌声同舞蹈展现俾大家睇，佢就系 Win Win 杨安妮。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， 声声声声。所以佢選擇用音樂去表達自己，佢就係 Helen So 蘇海倫。自己的聲線撫慰大家的心靈，她是何佩。她可能是这么多位女新人入面最好动打得关到最多的一位，她就是太妹杨雅文。做练习生，在过去这年终于在香港出道了，他就是伊藤依家。无论是她的靓样定是她的靓声都俘虏到不少乐迷，她就是 Nancy Kui 龟卓妍。Kira!
动员转型成为女团 Strays 的成员，她的 solo 作品同样令人难忘，她就是 Michael。这逼一刹碰到的我是那个的我，感动若见得赤裸，仍然是我风痛若水风化，难怪不朽唯独我一个，感动会显得更过尽世的我。艺术学校的少女团，大个成为 Strays 女团之一，她是俊琪。仲有佢啊！十二岁开始参加各大音乐比赛，一直坚持发光发亮。佢就系赵展彤。Make a move now, time is fading. 下步喺边，睇你点做。我赚嗰啲责任，自己睇路。有话会出现你四方八面，做嗰啲衰嘢你洗手革面。负面后遗，惊我碎身。梦碎梦碎，慢慢帮你洗底。Gotta stay, gotta leave. Every time there's something better, never stop running to the top. Even an ending, steady persistent. I might go running in your body.境佢都会用佢嘅一抹锋利勇往直前，佢就系 True Marvelous 嘅 Mark 邱彦彤。Cause it was all in my head, undecided, I can't hide it. 其实我从没有原定计划 ，undecided, couldn't help it. 谁自愿伤害所有对白 ？In my head.男歌手，他由海岛的内敛少年走到成为今天的 Chat Boy， 他是 Marco 叶宗旺。和谁和谁的闯荡出丑，都是无忌痛哭。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海水消耗，要大浪这小子心没结束，但要练到更好，未停下一步。和谁和谁的闯荡出丑，都是无忌痛哭。和谁和谁阳光之下我血不畏缩，真爱我负地重唱这旅程，由金融交易员到一手包办曲词的唱作人 The Adrian 邓重贤。真心地永不会离片再祸，在乱世中片刻发光，不甘失过。烟花散开我感觉中，散尽了剩低一个，当初对齐那位痴情又怎发火，消失火海中。唱到自己出歌，再唱到上大舞台，佢系高唱。从前未懂及早讲再见，才令人都受伤一百遍。茫茫聊天，故事重演。有一天听你声线，从前未懂及早讲再见。在笑着说不在意，只可接受，不开心过。
位好爸爸，佢就系 Tik 邓丽迪。毫无意义，影实清的似是，世人何想要试试，如自亦各似。谁在引导思考和标签？电台低级更高超，最知忠实与人记住心意。他在音乐学校比赛夺得冠军，进而出道的实力唱将，他是彭俊 Mike P。 小丑的悲哀怎样练成无需掌声，不过再平凡都很想发声。谁人包装的身价交成神圣，为何人以相貌和价值平定？水过于风杂，怕无人认领。能奉上最深的爱，才叫自信多变强。他除了喜欢在网上平台分享自己生活之外，他更加喜欢在音乐上突破自己。他就是 Ricky。无望自身会端庄，但求显得理想。从未看观众高歌着迷得懵，台上了所有血肉给世间观看，期望最终至少可换来一点光芒。他除了是一位演员、男团成员、众人的代表歌，今天他更多了一个身份，是 solo 歌手 Stanny 邱士俊。若来得及，等我赶快回家。或来得及，拥抱他。若然生命可以倒退一下，多几分秒可相伴。此刻心里只可记挂。Canto Pop 的音乐宇宙，亦都希望我哋各位观众继续留意佢哋嘅作品。